你做医生要土地就买土地，这到底什么问题？可我做的问题就是讲哦，伊这个代志既然发现了，伊就歹承认，万一牵拖伊妈妈，万一牵拖伊爸爸，讲新地买土地不是医生袂当买，还有这个规矩的。啊，咱的对手哦，看起来嘛缘投缘投啊，哦，啊嘛算真少年，哈哈哈，少年缘投吼。伊嘛不是歹人，我讲者，吼、哦，这伊这个后嘛是啥物歹人，按讲哦就较无经验，啊无做伊无在无咧靠咩个，这认真拍拼，拍拼了讲啊，人个伊咧甲伊斗斗伊咧，一个月前，所有的民调拢显示吼、哦，民进党的部分区超过12个啦，国民党超过15个啦，讲到最近的美丽岛民调，吼、哦，最近美丽岛才公布的民调。那民调哦，民进党的部分区啊，已经从12名哦，即摆已经进展到要到14名啦。我阿哥有讲啊，足侪人阿讲哦，这阿春阿出来哦，一件上大的任务赛啊，从较早民进党去用行哦，拢啊拍牌拢无咧还手，对不对？拢伤过温柔啦，吼、哦，人咧甲咱骂哦，咱拢讲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以和为贵啦吼、哦，啊大家较谦卑的，哪个我无咧谦卑的啦？你三个人讲，我就跟你大两点钟。浪费我的时间，迄骗来骗去。你做医生买土地就买土地，这到底啥物问题？我相信在座，你有钱，那要叫你去公家，公家啥物小会计的啦，啥物老街市的啦，啥物山顶的啦，吼、哦，龙潭的啦，杨梅的啦，八地的啦，我讲我也无你要出100、出50啊。但是咱公家，你想讲我这无私人无钱，还无来公家看卖，这拢真正常。可我做的问题就是讲哦，伊这个代志既然发现了，伊就歹承认，万一牵拖伊妈妈，万一牵拖伊爸爸，讲新地买土地不是医生袂当买，还有这个规矩的，讲新地新地买土地人是医生袂当买，所以要扣我做的名买，乱七八糟，所以。柯文哲这组讲白贼心烦，咱免插伊。所以这道总统选举，啊拜托大家吼，赖清德、萧美琴这组最值得大家信任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吼，赖清德甲萧美琴嘛，即摆全台湾组选，啊无法度吼，无法度讲安尼拖来过来斗，啊就派阮即个来咯，吼，来这次来甲大家拜托，吼，大家拜托，啊所以预防。今仔办这個，玉门阿公哦，学长，这场吼、哦，这场无了一两千人，我讲无要紧，你若排我就来，吼、哦，你排我就来，偌济人我无要紧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拢爱靠大家力量，靠大家斗宣传，吼、哦，总统这局绝对袂当失去。立委，咱这立委的选举，郑玉鹏伫这个所在。哦，嘛服务过来解吼，伫这个所在，清楚咱这建设嘛清楚真侪，包括桃园、鼓山、甲这个芦竹吧吼，芦竹，包括这南坎家这一带，这上这的大家上关心的就是交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包括这捷运啊吼，包括这个交流道，哦，包括是搁要建一支交流道，咱即马一条要对这高速公路。经过这个长荣边啊嘛吼，啊未到长荣遐，要救一条一条到这个台北港嘛吼，到这个六十几线嘛吼，所以这的基础建设，我各位讲，郑运鹏人土木的，他土木的跟咱传统拢做工程的啊吼，他做工程的，所以上内行吼，啊这内行的这建设要继续推动落去，吼未当放松，所以咱这的地位选举。拜托大家，还佫继续支持郑运鹏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咱的对手吼、哦，看起来嘛缘投缘投啊，吼、哦，啊嘛算真少年，哈哈哈，少年缘投吼。伊嘛毋是歹人，我讲者，吼、哦，这伊这个后嘛毋是啥物歹人，按讲吼就较无经验，就加做议员啊，做无外久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佫磨练一下，佫磨练一下，啊，若有做较好出来。人家刚刚来交郑运鹏竞争，安尼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无安尼叫公道，啊，无郑运鹏就无咧靠那个，这认真拍拼，拍拼了讲，啊，人家伊咧甲伊斗斗去咧，
哦，他安尼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拜托，咱这里为选举哦，郑运鹏都有专业，啊，咱这个所在都真正需要哦，把交通哦，把这工地哦，把这土哦，这大建设的立法委员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咱的立委要支持郑运鹏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，就这个进党票啦，哦。这都没有主张我出什么抢救王一川行动量哦，现在全台湾我听过王一川的很多，啊我看过很少哦，我们电视台里有看过这个人，我看过本人哦，我还可以报告哦，一个月前啊，一个月前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哦，民进党的部分区差不多12个啦，国民党差不多15个啦，哦，国民党15，民进党差不多12个就对啦。经过安尼一个月外吼，宣传啊、四界演讲、做讲电视继续讲吼，哎、欸，当时啊电视哦，我伫下昼12点上电视，上到下暗12点的，嘛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啦。就这台讲了，再加一台，再加一条，有一天安尼讲了，甚至下暗12点的，哦，安尼一直讲，一直讲。讲到最近的美丽岛民调，最近美丽岛才公布的民调，那民调民进党的部分区啊，已经对12名哦，即摆已经进对12名哦，即摆已经进登到要到14名哦，咱已经哦完全平静了一下哦，阿伯要存17天，哦，存17天，我们会继续往前推，哦，继续往前推。加吐一个算一个就对啦吼，所以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去做。啊，拜托大家吼，这投部分区进党什么？我问大家啦，过去恁咧投进党票投部分区，敢有咧看名单？无啦，你拢讲要投什么党尔，对不对？还知党提名什么人？好，这投大拢做认真看。民进党一个王义川呢，啊，国民党第一名叫啥？韩国瑜啦。啊，民众党的第二名，那个叫啥？黄国昌啊！啊，所以你要当票就简单，你若要当韩国瑜做立法院院长，你若看韩国瑜就行的，当做院长，吼、哦，你就当国民党啊！啊，你若要做一个副院长，大家都爱叽叽叫、尖尖叫的，哪里无啦？要大家喊啊大声声，啊，你就去投民众党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看创啊一电视表演都袂歹，吼、哦。我阿哥有讲啊，足侪人阿讲哦，这阿川阿出来哦，一件上大任务使啦，拢较早民进党去用行哦，拢啥拍牌拢无咧还手啊，对不对？拢伤过温柔啦，吼、哦，人咧甲咱骂哦，咱拢讲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以和为贵啦吼、哦，啊大家较谦卑的，难怪我无咧谦卑的啦，你啥咧乱讲，我就甲你打两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哦。经常去运动的哦，一寡运出来哦，即摆心情都拍开啊啦，哦，啊，这是我即道出来算上大的功能，哦，甲头咧透一下，哦，安尼，所以这部分区的这个选票，拜托大家来支持台湾派的对啦，你国民党交民众党即摆什么两岸一家亲啊，因咧拢干平啊，啊，若支持台湾派，大家爱集中啊，爱集中吼，集中支持民进党。啊，后面进党的这个票吼，啊，你10万、20万、30万，一直打去，吼、哦，一直打去，我都就去立法院。啊，我去立法院上大功能的韩国瑜，我都做议员。你开票迄天，若看到王义川调立委，韩国瑜的老师就是安尼，为着我哦，为着我要韩国瑜做院长哦，心情干那嘛，爱王义，这个民进党敢停落去？民进党加长寡，王义川去做立委，就代表民进党已经过半。吼、哦，安尼有简单啦、啊、吼，吼、哦，所以第二就是讲哦，其实王义川这三字拢无重要，你啊看我这拢无咧信命，因为这三字无重要，王义川这三字无重要，重要的是民主进步党。所以大家去投票的时阵，哪个民进党，你讲啊，就是另外投民进党，你这道就是一条白线。你去会领到三张票，你上长的迄张白色的，迄张白色的上长的迄张邓大哥，迄张内底有啥物中国国民党、啥物民众党、啥物党的，还有一个叫民主进步党，迄大哥甲长落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一张较细张的，粉红色的，
本来我是那个总统的，哦，总统的头几号？二号。二号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另外一张这个区域立委是黄色的，我记得是黄色的。啊，黄色的头几号？二号。就投郑运鹏。安尼样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即久就简单啦。迄两张细张拢登二号啦，迄张较长的迄张啦，登六号啦。安尼顶哪去无？对啦，长的就登六号，啊短的就登二号。入去出来，三分钟解决，对咱去吃早餐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先去。啊，这场选票吼，因为无公投，免搁排到热热等啊，哦，所以入去出来拢足紧的，所以拜托大家三张票，哦。嘉伟十三去投票哈，总统二号赖清德、萧美琴哈，咱这两位二号郑运鹏，政党票六号民主进步党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。礼拜六，这个礼拜六会到。